多像产品或者说是灯光氛围色调或者说是一些功能性的区域，你觉得哪方面是更重要的？还是用首先好看，对，好看加功能性要多，有的逛有的玩，对不对？逛有的玩，然后呢就是会在里面会开心。嗯，平常跟朋友也会逛街哈，所以这种店应该会考虑的比较多一点。对，考虑的会比较多一点，因为在一家店里面会做很多东西，做很多东西的话就会入股难开，就不想进去了。就待在店里面，待会儿告诉大家，大家可能不知道杰尼盖的店里有什么。我敢保证，你只要进去了，对健身感兴趣的话，就像我们宋茜所说的那样，根本不用出来了。待会儿给大家公布吧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王博士先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你开家店，哪些区域或者说哪种设计很重要？首先应该选择舒适的健身环境，舒服的运动装束，然后还有。合格的教练，我这两年我在健身房健身的时候，一直都穿着锐步的服装去健身的。有人问我这服装在哪买的，我就告诉他在哪买的，我还把这个锐步服装店的地址发给他，让他去买。买回来之后，他穿上锐步服装去锻炼，然后我还要。寻求他反馈的意见，我说你穿上 这可以说非常硬的广告啊，硬广，感觉特别好。我穿上这服装，感觉好像专业的健身爱好者了。没穿这服装的时候，我特自信，练起来特别有劲儿。我说好，好啊。那么我经常在健身房和年轻人在一起训练，能把我的潜在能力发挥到极致，练出自我。对，讲到了重点啊。简单来说呢，穿上锐步，腿也不酸了，腰也不疼了，也更有力气了。的确，我们在专业的一个领域之中呢，包括许多设计上，也能够帮助大家在健身上有一个更好的效果。也感谢您这么支持锐步，也希望可以给您这样一个健康的心态，一直延续下去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到我们本次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了。我们将要进行到的是本次启动仪式的环节。首先，让我们共同邀请到的是 Mr. Chan 再次来到我们舞台前方区域，和我们两位嘉宾一同来进行到我们本次的启动仪式。Now let's go, please welcome Mr. Chan, please stand on the middle of the stage, please. OK.固热区总经理范俊先生来到舞台前方区域，有请。好了，那么大家可能还比较好奇，这样的装置是怎么启动的？待会跟大家说一下，拿着这个绳子扛在肩膀上，摆出一个向前的姿态，来共同为我们本次旗舰店开幕，好吗 ？Let's put the rope on the shoulder and keep the forward style, OK?Okay, guys, get ready. 让我们一起倒计时，三、二、一，启动。耶、yeah, ！在这里正式宣布，锐步亚太区首家旗舰店正式开幕。好了，辛苦各位了，我们四位请留步，进行到回忆留念的时间。OK, guys, let's take a group of photo together, 来一同纪念下这一弥足珍贵时刻。